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一个漂亮的向日葵花。首先准备一张正方形彩纸，两边进行对折，再这样对折，打开，把这个角沿中线向上对折，翻过来，这边角同样方式折，从中间撑开，两边角对折到一起，开口向右放，把一个角立起来，沿中线向下压平，翻过来，这边角也同样方式折，把这个角向上对折，其他两个角都同样方式压平，成这样，把两边整理一样多，沿折痕剪下来，向上对折，打开，把每个中间折痕都折一下，捏住刚刚加深折痕两边的折痕，把中间沿折向内，其他几个角都同样方式折，把这个角沿中线向下对折，其他几个角都同样方式折，翻过来，这里拉两边角，把中间拉开，成这样，把两个角中间向下拉，翻过来，把这个小角对折一下，翻过来，其他几个角都同样方式折，这样一个漂亮的向日葵就折好了。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